不会没有上过王者第一吧？哎，打开我的腾讯 QQ，这个时候就得拿出2015年埃欧尼亚第一的含金量了。看到没？说话，谁没上过啊？谁没上过？说话。2015年10月19号，他的西叶 Jacky 拉五三，这个第四是谁不认识？等我出三项杀个什么叫我关人吧？老虎尾巴不知道，史泽明叫我关人，我操！火焰鼠、斗帕四、悠悠妹、文俊熙，文俊熙是以前 YM 的上单，这个是谁啊？一帅哥，哈哈哈，哎，韩服我只上过900多分呀，我那个时候截完图放哪了？不是这个上分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年轻人好上分，那年轻人好上分，他妈老逼怎么上分啊？到底要？都他妈马上2024了，兄弟，19年退的，早就没把自己当职业选手了，也只是个。钱，你要加个钱字，好吧？所以别拿那些什么，他妈来道德绑架我。就我前面说那句话的意思是，既然你如果要把我当成一个职业选手，那他妈的我打德杯的时候，你妈那么质疑我，操！职业选手，就单纯游戏理解肯定是要比是要还是算比较高的吧，对吧？就如果要这样看的话。四个前锋朋友，大家个推理老板，你开心就好，你开心就好。我后面应该真不打了，他妈太累了，每天这样训练，后面应该是真不打了。只能说有缘再相会，也不是说我们不能打了，只是说我太累了，年龄大了，不能这么天天这样训练。什么他妈老子被小花生打爆啊！他妈的！你要说我 SU 被他妈 NBC 打爆就算了，你他妈说我被他妈小花生打爆，你疯掉了啊？老子打不管打训练赛打比赛，打他妈都没输过，也不是都没输过吧？比赛SG 肯定输了，但是我觉得我野区不输他呀，甚至还把压麻了也前面。那你按结果论来说，确实是，哎，毕竟拿个 BO5 输了，操！但是啊，我他妈打训练赛他妈把虐他，我只能说，把虐，你要听清楚这个词，把虐。包括 S6 的时候，专打他妈老虎队。为什么飞哥的还在打比赛，我却退役了？你问问联盟为什么？哎，算了，合同都是自己签的，怪不了别人。嘿嘿。